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祷告。还记得我们这个礼拜一晚祷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纪念了就是在台南的枪击袭警的这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感谢主，很快十几个钟头之后就破案了。我相信警方的努力当然是值得推崇，不过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关心，为这件事情祷告，也是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应该关心应该献上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就教导我们应该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祝谢等等。是的，我们应该为周围的人有需要的人献上祷告，所以我们的眼光就不只限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教会，而是纪念到万人。恳求主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也慢慢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关心自己亲人家庭教会，更是应该扩展关心到万人的需要。求主引导，让我们在操练中经历神随时的提醒。我们感谢主，我们为这个袭警案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奇妙的这个发展。我们相信神要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继续来关心众人的需要。今天晚上也让我们心怀意念归向主，当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主也一定转向我们。愿主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恩领我们去经历去操练为万人祷告，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如此行就经历到你的心意得着满足。恳求主继续引领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也看见周围的人的需要，更看见万人的需要。开阔我们的心胸意念，使我们经历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更新成为合你心意的门徒。愿主继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晋升。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带领，让我们的心怀意念走在主的心意之中，主的恩典也厚厚临到各位。晚安。